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今天没有跑厕所了。今天我要玩的是 DNC 维吉尔的坠落吗 ？Downfall 是什么意思？堕落还是坠落？这是他哥哥的关卡。新游戏开始吗？不要啰嗦，直接开始了。显示教程。啊，随便了，青菜了。阿哥哥的招式有没有比但丁还帅？哎，为什么是用？为什么是用2D 动画的方式啊？经费不足了吗？这让我想到《暗黑破坏神3》的过场动画，贴图直接带过，搞什么鬼啊？不能来一点正常的动画吗？不哈！这是爸妈跟他们兄弟。所以说，这是接在本片维吉尔被但丁打败之后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坠落地狱中。对啊，经费不足啊，怎么会是2D 动画呢？大家好啊，开始了。Virgil， Mother， 维吉尔的脸整个都落魄起来了。你身上开那么大一个洞，完全没有恢复的迹象啊。What is this place？ 维吉尔不知道有没有技能可以买。要哦，基本教程还是会啦。维吉尔的 shift 感觉比但丁还要远啊，然后他一开始就可以滑翔了，有滑翔功能了。精英小兵还是小兵哦，怎么样？运气运不上来吗？啊，完蛋了，那是。老爸的护符还是老妈的护符？他们兄弟一人一个啦。维吉尔的右键是类似浮游炮、感应炮一样，就好像我们但丁在打维吉尔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我一直觉得他哥哥看起来比较帅，是因为我比较崇日吗？我比较喜欢日本刀的感觉啊。而且我觉得音乐比较有那种武士风格，打起来比较有那种 feel 啊。但丁的玩起来，但丁的这一种他妈的就是玩世不恭的臭屁孩。想起小时候两个兄弟还在玩，结果长大了他竟然真的捅了他哥哥一刀。心里百般无奈。Are you lost? Damn you, Dante. 开始在骂他弟弟。Fuck you, Dante. Z， 按一。我没有另外一种武器，但是我可以直接拉。哎，这太屌了吧！我靠，靠腰。他不像但丁有其他武器，然后按一可以直接拉。哎。所以说这个也是 Q 咯。哇！
够屌。这是增加血量用的。安安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什么东西在我头上啊？居合斩，没有砍到。这谁啊？疯魔，开始要完全走日本风格了。这什么鬼啊？我觉得维基尔的扶摇炮好好用哦，好棒哦，而且闪身是。直接是无敌状态，对不对？霸体状态啊！无油炮连发。看到红色心脏，我还以为他可以拉过来，不过好像不太行。升级一点，等一下，这个要拉。我觉得这家伙，我是不是要按住一打他？说真的，可是我按住一，没有特别的变化。这是什么？我的扶摇炮按住一变成一个红色的线，普通的是，哦，三种颜色的扶摇炮，安安，维吉尔的风格是。Dark Slayer 在移动的当下是无敌，可以用来闪攻击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觉得他哥哥的性能比他好，机体强度不同啊，买不起补血。能力，彩蝶跳跃不要，三连级等级二，幻影剑就是他的右键，没技能点。Virgil, my son, you're... You are already dead. You're dead. What? What? You're trapped here, just like me. But you can escape. 我是已经死了，就是在刚刚二 D 动画的时候，我躺在坟墓前一样。Find the light and get out of here. 结果我遇到我妈妈，说我不能死在这边，赶快去找有光的地方离开这里。Okay.一加这个我知道。维吉尔的第三集，你如果不调整一下、处理一下的话，第三集很慢啊，需要连点东西啊。而且被他勾到的石头是直接瞬移过来，好棒！啊，叫那个白痴但丁啊，还在那边拉。拉什么啊？这我过得去吗？二段飞药，帅多了！锁链什么的，不要再用锁链了，烂死了。
哥哥的第三段空隙蛮大的。应该不算是邪啦，不能说邪，但是跟但丁的理念不同啊，所以两个人就是分开了，最后还打了一战这样。谢哦，哇、哦，能够自由发射的浮游炮，它在。钩的距离果然比链子还要远很多、啊。我刚真的以为我要掉下去了，如果我是但丁，我早就摔了。但是维吉尔的钩子能力不一样，那浮游炮它在瞬移的时候好远，好棒哦、啊。来一只啊！拉不过来。多啊！维吉尔没办法魔化、啊，是我现在还没拿到吗？但是在最后一招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分身可以用啊。我用维吉尔比较顺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攻击的节奏我比较习惯。又来了，经费不足的动画。谁啊？这是在做梦吧？刚刚那是凯特，这是但丁嘛？是吗？他用2D的动画来表现，感觉看不出来啊。没办法魔化，是护符不见了。砍两下上砍浮游炮，控制砍两下，再砍三两下。其实这些连技要怎么连都可以，只要敌人在你的攻击范围中，你要怎么连都可以。维吉尔的第三下重击基本上都会把敌人打远，所以只要避开最后一下，那怎么连都可以。三连击穿伤害更高哦。这个不错，补血一个吗？维吉尔有皮肤吗？没有，维吉尔没有皮肤啊，可惜啊，我 DLC 都买了，结果只有但丁有皮肤啊。受伤的原因，所以能力减大了。Who are you? You failed. Your father gave you everything, and now you have nothing. Your
their back on you. How does it feel? 我越来越讨厌这个二 D 动画了，超破的。My heart. 他的心脏。You can't change the past. But what would you do? Hello， 你好。DNC 是在 Steam 平台可以买到，还要用本片的动画转接过来，是多缺钱啊。海特伤心中，飞机头，那是之前的维吉尔是飞机头，现在不是了。说到飞机头，我感觉维吉尔如果飞机头，感觉会很像威斯卡。连怪物啊！哦，终于啊，谢谢哦。要请小兵了。天使模式，这怎么用啊？天使模式什么意思啊？我蓝色的攻击方式就是天使模式，然后我可以这样子跟个傻瓜一样，聚合来聚合去。可是照理来说，蓝色的武器威力都不会很大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种清兵方式，感觉就是无双状态啊，敌人碰不到你，然后你又可以附带伤害，这样一路撸过去，这样撸来撸去，牙术啦，懂？这个就跟那个牙术的招式一样啊，跟傻瓜一样，这样救来救去就好了，救救救，然后伤害暴低，不知道低什么。伤害太低了，耍帅用的，瞬间移动加突击砍可以当第三下砍飞的延续。对啦，我懂了，这样讲我就懂。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二旋。维吉尔啊，好，收不到。喂，啦啦啦啦！好，连炸。瞬间闪身，我是卡进石头里了。尼禄是尼维吉尔的儿子。走到传送门前面，按 Shift。进门还要耍帅一下。这个游戏中尼禄是不存在的，这个不是本片剧情的延续啊。极限战。快速地面按住，打一下吧。
三百哦，不搞算了。没有钱钱，两条路哎、欸，别右边吗？这次？这哦不对，我还以为地下补血，搞屁哦，欺骗感情。有乱胡乱啊靠呀！没有啦，你们其实曼达斯是但丁的儿子啦，你们都不懂。然后凯特才是维吉尔的女儿啦，我讲的都是真的。凯特是但丁跟维吉尔的女儿。其实我可以直接瞬移到门里面，对不对？就是好像，怎样？哎，不行啊！哦，战斗出，我还以为可以直接跳过了。怎么突然眼神很凶恶的看着镜头这边一下？这怎么回事？我在攻击中掉下来，会被砍到。开始在胡说八道乱讲。没有啦，凯特跟维吉尔是夫妻啊，生下但丁啊，然后但丁又生下了曼达斯。然后曼达斯又生下了斯巴达，这样子。我觉得那个凯特是幻象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刚都是在乱扯的好不好，在讲什么、啊、Vivian Hello 王达与迹象开始变恋人Yo 然后努努跟墨菲特又生下了牙树，太完美了啊，没升级了。
有。哎，我被锯到了。帅气的看一下萤幕，每次都这样。阿金和维基也生了小火龙，小火龙和白兔生了鹰，越讲越胡烂了。不要洗故事了，洗太大文字了。想要知道的自然就会去查剧情了。结果这个凯特也是假的。I rescued you from demons, remember?Gave you a home, a reason to live. No, you used me and you. 恶魔猎人三代跟现在这个剧情是完全不搭嘎的。我们现在是在平行世界中。Really? You deceived us, Virgil, me and your brother. Dante, now that's a real man. Real man. You're weak, almost pitiful. You'll never be half the man he is.我觉得这个凯特是我自身的心理反应呢，因为我被但丁打倒了嘛，心中就有一股自我厌恶的力量在跟我讲说，我比不过但丁，我输给但丁，他是父母最爱的儿子，我不是这样子。啊，按错了。啊，对哦，次元斩我刚刚还没有用哦，等下来试看看吧。次元斩可以升到三级。没有剑尖。